来收看。植物为什么要开花？你家的孩子喜欢问为什么吗？为什么花儿又香又漂亮？为什么植物会结出好吃的果实？想帮孩子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但是让孩子自己从阅读中找到答案，或许也是不错的方法。千万不要小看这本小小方方的书哦，全书包含40个动手翻翻看的问题，还有43个让孩子更进一步认识植物的翻页设计。边读边玩，孩子会发现包藏在花苞、种子、果实、泥土里的秘密。除此之外，要引起孩子求知的欲望，每个主题的命名更是重要。这本书完全知道孩子对什么有兴趣，像世界最大的花到底有多大，为什么菊花魔芋会这么臭，什么植物的种子是最大的，保证让孩子边翻边学，懂得更多为什么。希望透过这本美丽的童书，帮助你引导孩子，启发他们对自然的好奇以及基础科学概念。内容完整介绍了植物生长的过程，启发孩子对自然的兴趣。